节目的时候，我们撒金粉，你知道是怎么撒的吗？你给我一点，你给我一点，我自己撒。你撒毁，你别撒毁了。哈哈哈！进来，进来呀！大家请进来呀！二号，二号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哎呀，给你的镜头镀点金。明明是银，这个是不是可以做美甲？都可以，啥都能做。后面那一摊也能做。后面有一摊吗？嗯，我看看。不太好拿，再给我做贴。哎呦我天，上次拿出来干啥？你来给我贴吧。我就给你找一个小钻吗？找不着了。哦，这是小钻，这是里边找的呀。对，这是生理的基本待遇。看看，那是非常小，其实看在舞台上看不出来。好闪光哦！我的天哪，这个眼角是不是有点过于闪，像孙悟空？一会儿就没了，你忘了吗？昨天现在有点像孙悟空。哦吼！那种。哦，我脸上全都是。哦吼！哦吼！给我弄掉。不是假的。不是。拿进去找看看。是汤，就是汤。不是。江南山水如墨染，宛若丹青未干，提笔燃蝶欲穿。正常表情吗？这个可爱，这么优美的造型，你要比这么现代化的姿势吗？太做作了，非常熟练的给自己打光。